咱们哈尔滨的冰干净透了，气温好，是吧？冰那个像外地的冰，都是发乌的，没有像咱哈尔滨这冰这么亮，所以咱们这哈尔滨这个冰嘛，做出来就好看，是吧？就在这儿呢，因为这些年，到处都建冰晶，哪块做的冰晶都不敢让哈尔滨做的好。 那有冰的话，冰城嘛，就也是算代表哈尔滨了，代表东北了，应该是。也，我对这份事业来说，也是一种有感情吧，挺喜欢吧，也是。